今天家里来了一个快递。他们。爸爸妈妈。啊。买菜。礼物。礼物。爸爸妈妈给塔文买的礼物。快打开看一下吧。看这个箱子这么大，其实里面的礼物很小。哇，给大家看一下，塔文，红色的小熊，红色的小塔文喜欢吗？喜欢。喜欢。他还有一个同款的，他手里呢有一个粉色的小熊，塔文给妈妈，妈妈，这个粉色的小熊是生日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妈妈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上他身上有很多洞洞，你可以把这个小饰品插进去，可以 DIY 嘛。结果呢，前段时间不是去了奶奶家过中秋节嘛，有几个小饰品就掉了，在农村也找不到，在家里哭得不得了。我们就想再给他买一个新的吧。我就在中国的这个网上找同款，竟然没找到同款呢，太奇怪了。而且这个产品呢，上面都写的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可是在中国本土上我没找到。我老公就在韩国的网站上找到了。喜欢吗，陶文？喜欢。喜欢。给陶文买的衣服睡衣。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了。妈妈一个红色。提前还问他喜欢什么颜色，因为已经有一个粉色了，他说想要一个红色的，他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我们真的给他买了。我看一下。한개씩한개씩一个一个的弄한개한개씩알겠지잠깐아빠줘这次可别丢了啊자이렇게많은데한개씩해야되겠지这里面是小饰品给它插在这个孔里面 DIY 이러면안돼这一次再掉了可不行了哈안사줄거야前两天去奶奶家掉了好几个，掉在那个农村那个地里面找不到了。하트도두개있어我给你们买了的。今天学校的老师带塔文他们去公园玩了，给他扎了个这样的发型。왜이렇게해야지될까요他们玩的时候真认真，你看，专注。또한개남았다이건왕관이야戴在头上吧，王冠戴在头上，漂亮吗，他们？OK。妈妈那边都有呢。妈妈看，给妈妈看一下。哇，小熊。他的朋友。亲哥呀。他说红色的小熊有太多的装饰品了，分享一个给粉色的小熊。挺好玩的，我去拍这个照片，在中国的网站上搜没搜到，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欢迎你们告诉我，我要多买几个。其实，我们应该要多买一点。因为运费差不多是3000块钱。运费韩币3000，对。对，这不原价就是8000块钱。对。算了，改天再买。这花了60-70呢。如果在中国有1688或者是淘宝啊、京东有同款的话，肯定便宜。80块钱。9块9包邮。就是塑料吧，你看就是塑料做的这种小熊，身上有很多洞洞，
还有这些装饰品可以插进去。我有给他带有的，我老弄过呀。我老弄过呀。예쁘지이제한두개밖에없네사탕대신엉간쓰자겠지예쁘지얘는아예뭐잘못하지 나과연잘给他们起个名字吧선이이름뭐야小熊小熊粉色小熊红色小熊이렇게머리에있지사탕맞지친구야那塔文吃的肚子上的肉이거는키워야돼아빠해저쪽에뒤에붙일까좋아날개가붙였네어이곰돌이는날개도있다쭈쭈쭈쭈쭈쭈나는천사야어变成了小天使小翅膀얘는이름도있다이름도이름도있네펀다곰돌이什么예쁘这样看塔文长大很多很多了这衣服现在买的大小比去年都大两个号이거는내꽃이야손에꽃이있어나我也没安得的，塔文娜，你可别丢了，别掉了。也没安得的。找不到，又开始哭。现在他的音都大，爸爸。小熊。반가워。小熊。好不听的。他没劲儿。我也没有，他아빠줘봐요곰돌이줘봐这怎么塞进去了？很累啊！哦，塔文呢？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老父亲、老母亲操碎了心。好了，再见了。你干的。我的哦，你帮他一下吧，再见了，他们。再见吧。